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三十面，倒数第六行，从倒数第六行看起，更有净者，如要解云，当知无人大事因缘，同居一关最难透脱。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说的。中序这一段文字很长，也就是说明，这是修学净宗非常重要的课题。这是讲我们的修学方向跟目标，必须要很清楚很明了，我们这一生才能有成就。欧益大师这一句话呢，提醒了我们，应当知道无人，用现在话说，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的这些人，这是大事，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了。聊生死，出三界，成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大的？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说，他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换一句话说，其他的事情，这个世界聪明智慧、圣贤豪杰，他都能解决，唯独这一桩事情没有办法，没有人能解决。诸佛菩萨了，才出现于世。如果有人能解决，诸佛菩萨再不会找这个麻烦。这个启示很重要啊！我们应当要学习。那么这一桩大事最难的就是同居这一关。往上去都方便。这就是世间谚语所说的，凡事起头难。佛法修学，回归自信，也是起头这一步太难了。最难透脱。透时明了，透时解脱，脱离六道轮回。脱离
三界。下面念老师盖以同居图之凡夫，就是六道凡夫，须断尽见思二惑，方得漏尽头，实界生死流。处同居而身方便有余土，此名庶出三界，其四甚难也。六道凡夫，六道怎么来的？我们现在也明白了，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境界。啊，错误的看法，错误的想法，啊，见惑是错误的看法，思惑是错误的想法，也就是说，你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。啊，于是就变现出啊错误的境界出来了。这个错误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凡圣同居图。这里头有凡有圣。前面都介绍了。那么要断这两大类的烦恼，这两大类的烦恼都是无量无边的。啊，佛为教学方便起见，把它归纳。啊，见惑归纳为88品，思惑归纳为81品。啊，分为九地，啊，一地九品，981品。那么都要断尽，这才能是戒生死流，这就是六道里面的生死轮回断了，六道没有了，所以六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的见思烦恼断了，你就没有六道了。啊，他的六这个见思烦恼没断，哎，他还住在六道之中。共业别业不一样。啊，见思烦恼这么多，佛教学有方便啊，把见思烦恼各归纳为五大类，这就说话方便了啊。错误的见解头一个是误会了身体是自己，这头一个啊，所以见惑第一个破身见，真正觉悟到身不是自己啊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那么到底佛法里头啊，
有没有讲到我呢？有，有真我。啊，你看涅槃的，这是如来大般涅槃里头啊，有四净德，有四桩事情真实的。第一个就是，啊，常乐我净，这四净德了，真有啊。常是什么？永恒，不生不灭，没有变化的，个真常啊，真乐，真乐是苦乐两边都没有，这叫真乐。啊，苦乐是相对的，相对就不是永恒的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，啊，这个世间的乐也要舍掉。这里头有道理啊，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吗？真的舍也舍不掉啊，假的有生有灭。凡是有生有灭，叫生灭法，都不是真的。这个身体有生有灭，灵性不生。灵性是自己啊。慧能大师见性啊，灵性找到了。灵性是什么样子？头一个是清净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。即使堕落在恶鬼地狱也没有染污。那么佛也常常讲染污，染污是什么？染污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本身也是生灭法。所以它不是真的。它是从真起妄啊，变成了妄，是第一个，是一切幻化不真的源头啊。宗教里面常讲的造物主，谁是造物主啊？阿赖耶是造物主啊。这个大乘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《望经还原观》里面也是这么告诉我们：意念不绝，从自性里面变现出一个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有三细相：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啊，现在科学的名词叫能量、信息、物质，跟阿赖耶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，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除这之外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所有一切一真庄严都是从他那里变现出来的，叫为识所变嘛。它是能变，一切法是所变，
啊，能变一定要有能生，如果没有能生，它变什么？啊，自性是能生能现，阿赖耶是能变所变。佛法讲得清楚啊，讲得透彻啊。啊，阿赖耶在佛法还有一个名词叫神识。啊，神识是什么呢？我们世间人叫它做灵魂。啊，也有人叫它做灵性，都可以。他觉悟了就叫灵性，他迷了就叫灵魂。灵性跟灵魂是一桩事情，是一个东西。那是自己，身不是自己。啊，佛法里面说灵魂。啊，超度的讲亡灵的灵魂。他出不了三界。也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他要是能断尽见思，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，就不叫灵魂了，叫灵性了。不是，他觉悟了，不觉不能出轮回，觉悟就出去了。啊，所以阿罗汉称之为正觉。世间人也有觉悟啊。科学家觉悟啊，哲学家觉悟啊，啊，宗教家也觉悟啊，不能说没有觉悟的，啊，谁有觉悟，佛不称他叫正觉，啊，正是佛法的标准。啊，以什么标准才称得为觉呢？见思烦恼没有了，这叫正觉。如果还有见思烦恼呢，叫邪觉，那不叫正觉。啊，那见烦恼啊，就是你见解上的错误，你还有身见。你还有边界，还有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啊，再大的觉悟不能称为正觉，啊，你还有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思惑，就是你想错了，啊，你看佛把它归纳。无量无边的见思烦恼归纳为十条。啊，见惑五条啊，思惑五条。只要有这个就不能称为正觉。啊，正觉这十个种都没有了。不容易啊。啊，可是这十条非断不可。为什么呢？它不是真的。自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。啊，佛菩萨教导我们，自性里面有的，一定要保持。永远保持自信，你没有的赶快把它放下，
真肯放下呢，就正果了，就成正觉了。啊，成正觉是正阿罗汉果。成正等正觉，那正菩萨果位。啊，成无上正等正觉，那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是佛在啊《大乘经教》里常常讲啊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。啊，起步是从断见思而后，你才能得漏尽通。啊，漏尽通是什么？这个漏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漏是个比喻。啊，譬如个茶杯，这底下有个洞，破了。啊，装水呢，水就漏掉了。啊，比喻，我们的发现。或者是我们的自信本性都可以，一个意思啊，有了见思烦恼啊，就好像你的自信出了毛病了，自信里面无量无边的功德了都漏掉了啊，漏尽了，尽了就不漏了，这不漏就通了。这个通是六种神通里面最后的一种，阿罗汉才得漏尽通。三国的圣人，阿那含。啊，阿那含得的是前面五种神通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、神足。啊，神足是飞行变化。啊，中国小说《西游记》里面讲的孙悟空有72变。那太小了，太渺小了。啊，阿罗汉比他大的太多了。啊，他能有变化了。啊，所以阿罗汉才六通具足，啊，最后啊，得到的这个漏尽。那么这是永远脱离六道了，是不是？六道的因没有了，啊，六道的这个现象啊，当然就不见了，就好像六道是做梦啊，你从梦中醒悟过来。梦中境界完全没有了，这个境界没有了，出现什么境界呢？出现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这上升了，方便有余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。啊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啊，他有这四个
等次不一样。啊，要往上提升呢，那还得断烦恼。你看，他见思烦恼断尽了，还有尘沙烦恼。尘沙烦恼从哪里来的？从分别来的。这个分别心呢、啊，起作用无量无边的、啊，无尽无数啊。佛用尘沙来做比喻，像尘沙那么多啊，这都真的不是假的，这还是虚妄啊！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烦恼，有这些东西在。它障碍你的平等性质，有尘沙烦恼，你不平等啊！啊，自信是平等的，自信是真正的不二法门。啊，不二就是一，一才是平等，二就不平等。所以能够把分别放下了，与世俗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，世出世法就通通回归到自性了，一法界了。啊，到一法界这个时候，语言成熟了，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。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真正做到了，不起心不动念。外面是什么境界呢？啊，绝不是无知啊，无知那是无明啊，你还没觉悟啊。般若智慧现前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智慧的能用来干什么？用来普度众生。虽然普度众生，依旧是没有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能度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。这个人成佛了啊，他真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这是佛在大乘经里头常常提醒我们，教导我们所以要依照这个顺序次第，一步步向上提升。四圣法界里面，从声闻提升到辟支佛，从辟支佛提升到菩萨，从菩萨提升到佛。相似佛
再更进一步向上提升呢，这才是真的福啊，脱离十法界了，知道十法界也不是真的啊，十法界还是一个梦境。这一觉悟的时候，十法界不见了，醒过来了。那由此可知，六道是梦中的梦境，十法界真的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之后，他那个眼前是什么境界呢？是诸佛菩萨十报庄严土，也叫做一真法界。十报图里面有相，因为十报图的人都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人，这个要知道。他还有戒位，这个戒位是无始无明，习气，习气没法子断。每一个人所带的习气有厚薄不相同，习气重的啊，舍住舍心，习气重的；习气轻的是回向是地，再轻一点的等觉，习气没有了，那就妙觉位。啊，虽然说四十一个位次，其实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好：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”啊，是初住菩萨。初住菩萨是一，一切是什么呢？四十二个位次，其他四十一个位次的智慧、功德、道理，都在这一个位置上圆满展现出来。丝毫差别都没有，所以十报土啊，真正是平等的世界，没有一样不平等的。啊，无始无明习气断尽的，这才能回到常寂光。啊，常寂光是自性。啊，回到自性了。自性里面，圆满的智慧德相，全都现前。什么时候现前呢？众生有感，发耳现前。啊，因为他现前没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之处？所以这个事情一步一步往上提升的难，太难太难了啊！今次往生法门，乃协同聚会。二生同居尽，得生极乐，极断生死，故名恒出三界。这净土妙妙在此地啊！啊，你看我们往生，
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同居土啊。前面说的很清楚，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是净土，我们这个地方同居土是秽土，都是同居，里面呢真的有不同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什么原因？教育啊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的教育办成功了，啊，那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没办成功啊。是的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不出在佛。经教里常说，佛佛道同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同在众生根性不相同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去的人，真的是，啊，如同经典里面所说的，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啊，那是无量界中啊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圆满，这才能得生啊！啊，圆满会不会不生呢？不可能，因为只要你圆满，那个圆满就是感，佛菩萨知道，啊，自然就来应。这种感叫敏感，你没有动念头去求他，他自己就来了。啊，因为你语言成熟了嘛，啊，佛来一帮助你，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哪个品位也是自己感得的，不是阿弥陀佛给你安排的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就知道应该怎么修法。啊，我到极乐世界，提升自己的品位。学阿罗汉的不执着，学菩萨的不分别，尽心尽力去学习，在哪里学习？生活当中学习，工作里面学习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通通是学习啊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啊，一定要学善财童子五十三财。啊，什么境界可以接近？可以接触。啊，问题就是你要会。
为什么？我在境界里面去练，这就是修行，真修行。啊，学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真修啊！没有一事啊，大用无方啊！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断生死了，这六道轮回生死就没有了。这是同居净土的殊胜啊，所以叫横出三界。而往生之人呢，是不带断此见思二惑。但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便蒙佛愿泯家了，决定往生净土，其事至意也，故名一心道。啊，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，你决定得生。念公说：“如是方便，直接。”方是方法，变是变异，就是说最适合的方法，帮助你一生成就啊！啊，直接这当中没有丝毫伪取向啊，殊胜稀有。啊，是84000法门里面找不到的。啊，容易，这方面可以说容易、稳当、直接。啊，直如啊。这什么原因？都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所以十方乃十方世界之所，故知极乐同居胜于十方佛土，不但是超越我们现在居住的释迦牟尼佛的同居土吧。啊，十方诸佛如来的凡圣同居土，这个里头净慧差别很大很大，可以说唯独西方极乐世界纯净，没有秽土。再看下文，说待业往生，任数凡夫，但无退转，一生成佛，故往生同居以及云生四土。
这一条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还是凡夫。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退转了，不但位不退，同时证得了行不退、念不退。啊，在同居土，那么就这一点，就等同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生凡圣同居土啊，什么地位呢？下下品往生，你是不是真的菩萨果位？没有。没有证得而等同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常讲的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受到十报庄严土的待遇，因为十报庄严土最低的是初住菩萨，原教初住菩萨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所以往生同居就等于圆满生得四土啊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嘛，他的方便土、同居土、十报土、常寂光土都融在一起，他那里没有分的，一生一切生啊！你像观音师侄、文殊普贤，他们住在十报土啊！啊，在我们这个时间，释迦牟尼佛的四土。十报土的菩萨我们见不到，方便土的那些菩萨声闻我们也见不到啊。可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一样了，它当中没有障碍啊。我们今天讲啊，空间为次，它那边没有，没有空间为次。所以这些大菩萨天天见面啊，诸佛如来常常到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，你都天天接触到啊，啊，这些大圣大贤啊，给你做朋友，帮助你提升你，这种殊胜的法缘到哪去找啊？真清楚了，真明白了，你对西方净土啊就死心塌地了，你不会有第二个念头了。我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去，非去不可幸运坚定了。再看下面一段，方便有余土，若人念佛功深啊，功夫啊，念佛的功夫深啊，以利杂乱之心专念一句名号，心口相应，字字分明，
这样到这个专念一句名号啊，心口相应，自自分明。这是功夫成品。啊，这是往生同居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啊，再往下看，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如是念佛呢，名是一心。这就是见思烦恼断了啊！下面讲呢，若达此境啊，你到这个境界，虽不求断惑，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。啊，所以见思烦恼是麻烦了，是要断了。越是要断呢，越断不了。为什么？你要断那个念头是坚固的支柱，而见思烦恼就是支柱，执着不能够断执着。那怎么办呢？不理会它就好了。只要真正抓住，经上教我们修学的纲领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就成功了。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，见思烦恼自然就断了。啊，不要想着我怎么样把我执盘断掉。啊，把身见破掉。啊，边见破掉，不去想这些。啊，念念呢，只想着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这是菩提心。这里面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妄想。啊，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改变。啊，专注在就是一心。专注在清净平等觉，专注在求生净土，清净弥陀就对了。啊，你就一点都不错了。其他的都不要想了，不想不就是放下了吗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念念不忘清净平等觉，真修啊。啊，生活当中不要被生活染污，工作当中不要被工作染污，处事待人接物不被人事染污，也不被物质环境染污，
真修行啊。啊，这才能其如《华严经》上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啊，那你往生净土。不是在方便有余土，而是在十报庄严土。啊，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，你会吗？真的，问题在自己会不会？这个会呀，就是觉悟。时时处处就啊，再看下面这一段时报庄严。若一佛念佛，历历分明，行住坐卧，唯此一念，无第二念。这几句话讲的功夫成片。啊，功夫成片就能往生。啊，我们是在讲呢，就希望这一生当中做到这一步，生哪里？生同居土。下面说，不为贪嗔烦恼助念之所杂乱，名是一心。啊，这就是见思烦恼啊，放下了。前面讲的啊，心里不再有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没有了，贪嗔痴慢疑也没有了，这是四一心。生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土。四上皆得了，理上未测，属定门时未有回顾。他真的用戒定慧来讲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生同居土是属于戒门时啊。佛教给我们了持戒念佛，那个戒很清净啊，戒都做到了，这点要行啊。我们今天讲的扎三个根，这三个根就是戒，这三个根扎好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就是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你有份了，你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佛一定的戒引。这个道理要懂。佛念得再好，念得再多，古人讲了，念到什么程度呢？风吹不动，不如雨打不实。念到这样的功夫，如果你戒没有，还是不能往生。那为什么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？啊，那这个功夫是白费的，没有白费。这功夫是你来生来世的善根，你这一生去不了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能去了呢？什么时候你戒清净了，
就去了。啊，这个戒律清净也属于念佛三昧。刚刚得三昧，功夫不深，很浅。啊，事业心呢，功夫就深了。啊，真的得念佛三昧了。啊，他不会为外头境界所动。所以他有定，但是慧没开。啊，在本经经体里面呢，他清净心得到了，平等心得到了，觉没得到，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没有得到。啊，所以他往生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若与百尺竿头更近一步，与自本性啊豁然契合，这个契合就是见性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无明。无始无明，就是起心动念。这个起心动念没开始，啊，不能说它有开始，不能说它有原因，它没有原因，啊，这很难体会。世尊在楞严会上用言若大都弥陀任眼来形容，啊，希望从这个例子里头你能够体会，啊，你能够明了一个大概。佛说的这些话含义都非常深，了知能念所念为是一心，不住有念，不落无念，这就是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清净平等觉现前。这就是见性，了知是见，能念所念为是一心，能念是我是自己，唯心所现，所念的阿弥陀佛也是唯心所现。一心无二心呐，啊，不住有念，不落无念，啊，事上有念佛没间断，理上理上没有。理上怎么没有？
如果我们真正明了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你就明白了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地上没有啊。世上呢？世上是相思相续相。相思相续相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为什么会念？叫发而如是啊。这自然的，没起心动念的。没起心动念，佛号不断。这什么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。能不能这样说法呢？这习气会不会断呢？不会断。为什么不会断？因地里面曾经发了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所以无念而念的，就是这一愿的具体现前。这个现前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执着。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。两边不住，不住有念是不住有啊，不落无念是不住空啊。两边合一了，两边不见了，啊，有两边是边界，两边没有了，这叫正知正见，佛知佛见，啊，下面引用莲池大师苏超里面说的，啊，这都是念佛。若言其有，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，所念之佛呢，了不可得。啊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了不可得了。啊，若言其无，则能念之心啊，灵灵不昧。我们从相上看，所念之佛呢，历历分明。所以这一种念佛，你不能说它有念，你也不能说它无念，啊，也可以说它有念，也可以说它无念。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言思如炬，不可名状。啊，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办法用言语讲清楚，啊，越讲越迷糊。言语的功用有范围的，啊，确实有言语达不到的地方。思是第六意识，
啊，第六意识的能力很大，从内它能圆到阿赖耶，向外呢，它能圆到虚空法界，但是它圆不到自性。所以言语道断呢，心性出灭，达不到啊，不可名状。你没法子说，你也无法形容它。唯识一心，清净本然之体呀，更由何法而得杂乱？是名离一心。说慧门舍见得定。智慧开了，当然有定，没有定，怎么能开智慧？啊，智慧其用，定功不设，定功要设掉了，慧就没有。没有定的作用是烦恼，烦恼起有啊，有定的这个作用就是智慧。我们用经体的话来说，清净心起作用是智慧，不圆满。平等心起作用是大智慧，还没有圆满。觉心起作用，圆满的智慧。觉心起作用，心平不平等，心不清净，当然清净平等。啊，清净是定，平等也是定。啊，只有这个觉字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圆满现前。它以什么？以清净平等。诸位要知道，在设法界里头，我们讲第一个因素，佛平等心，菩萨清净心，你看多重要。啊，所以修行人时时刻刻要警觉自己，心一旦不清净，马上回头。错了，怎么不清净呢？起分别执着就不清净了，就不平等了。净宗之妙，所以净宗方便当中的方便，他说立刻叫你归到阿弥陀佛，恢复自己的清净心。自己清净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这开头不是讲吗？一佛念佛，历历分明，行住坐卧，唯此一念，无第二念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心清净，你的心平等。那可是你要把佛号放掉之后呢，你的心就又不清净又不平等。我们下手在这里修吧。
修到清净心现前了，这个方法还不能舍掉啊，还在用这个方法啊。修到平等心的这个方法依旧不舍，真正到成佛了还不舍离这个方法，那个时候是教众生的。没成佛之前，这个方法是自利的，自己成就了，这一句佛号还是念到底啊，那是化他的，自行化他，唯此一法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为他讲一切经，他什么样根基，给他讲什么法门。但是到最后，都倒归极乐。啊，我们在祖师大德报道当中看到啊，世尊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法门，最后归哪里？归华严，归华藏啊！啊，华藏最后文殊普贤二大菩萨率领着华藏会上41位化身大士，去拜访阿弥陀佛了，倒归极乐。在华严经上看到的，文殊普贤这一个举动，当然是毗卢遮那佛的意思。毗卢遮那佛没有这个意思，文殊普贤不可以这样做法。啊，毗卢遮那赞同啊，毗卢遮那佛欢喜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亲近阿弥陀佛，快速成就，诸佛如来巴不得一切众生立刻就成佛，这是诸佛如来的本愿。啊，所以古德说得好，千经万论啊，处处至归，没有一法不归净土。所以大乘教里面我们也常讲，它有三个共同科目。第一个是戒律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不管是哪个法门不能离开戒律啊，戒律是基础。我们今天所说的扎根教育，你不能没有根，这戒律是根，根本。啊，第二个共同科目必须要修的，礼。啊，礼是什么呢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是理啊，共同科目，无论哪个法门都是必修的。第三个是归属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管哪个法门到最后啊，通通归极乐世界。三大共同科目啊，我们不能不认真去学习啊！啊，这三大科目，给诸位说，
这一部经里面，啊，经文不算太长，圆满具足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我们的修学以这个为大根大本，这是我们学习的主课啊，主修的课程。一切经乃至于其他宗教经典是我们的辅助课程，离这一门通了，一切经全通。事出世间一切法也通了。我们看念功，幕后这一句念佛若达离一心，破一分无明，则生十报庄严土，同时分证常寂光土。离心一定是破无明啊！无明是什么？起心动念。怎么破法？我们六根见色闻声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明就没有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无明在啊。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啊。这我们能做到吗？不能是做不到。很难呐、啊！比清净平等难多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全在个人。修学的功夫，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放下？啊，放下有层次的，我们不是上上根。啊，首先放下执着，恢复清净心，再放下分别，恢复平等心。啊，最后不起心，不动念。无上正等正觉就现前了。初证无上正等正觉就成佛了。这在华严经上诸位要晓得，初住菩萨。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，摄住的境界跟实地的境界非常相似，
什么原因？诸佛如来正道究竟圆满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了。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啊，全都显现了。所以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，你说他平不平等？他真平等。我们学习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，这41个位次，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无。为什么说不能说他有？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41位？如果有41，不就是分别里头出来的吗？你要执着有，那不就是执着上出来的吗？执着里头是有，分别里面讲41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那什么？那是十法界里头的，十报图里头哪有这些名称呢？不能说的。为什么说不能说到无呢？起心动念虽然没有了，习气有啊。习气有厚薄不一样啊。早年证得的习气就很薄，现在证得的习气就很浓。从习气上说它有41个等级，是这么一桩事情，总得搞清楚搞明白。我们真能搞清楚搞明白吗？不容易。我们怎么搞？叫解悟，没切入境界。为什么？切入境界就不动心了。我们现在还动心呢，还起心动念呢。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求哪里啊？只求凡圣同居土，这个要知道。为什么？你把目标定在这里稳稳当当，你肯定会成就，不会落空。你要往上提升的话，靠不住了。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定力，没有这种能耐，所以自己对自己一定要很清楚、很明了。这后面还有一大段。十八图讲得多，我们再看经文。十宝庄严图，那法身大士之所有举，别教初地，原教初住以上，住大士实得生死。那我们如果念到离业心，你就晓得离业心是明心见性，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。你生十宝庄严土
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放生此土。无明，称他做一分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学了《还原观》，这概念呢就比较清楚了。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我们用今天的说法，一秒钟。现在讲时间呢，都从秒为单位。那一秒钟要分成多少分呢？我们就平常讲的吧，一秒钟四次弹指，四次弹指，1280兆。一秒钟1280兆分之一秒。那一分呢？那是无明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就在这一分无明出现的。念念就是这一分无明。这一分无明要是断掉了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你就证一分法身，一切法是自己。这身体呢？这身体也是里头的一分啊，不例外啊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一真庄严，就是那一念无明里头变现出来。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这一分无明是心想。这个时候了解一切法跟自己的关系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这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伦理。菩提心里面，真诚是离体。化身离体，真，它不是假的，永恒不变。尘，它不是虚伪的。它的伦理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，法身嘛，法是一切法了，一切法是自己的身，这也是一切法。你执着这个一身呢，是自己身就错了。一切法是自己的身，像我们身体，身体无数的细胞组成。你要执着其中一个细胞是自己，就错了。每一个细胞都是自己啊，你怎么可以执着一个呢？
啊，什么时候你真正觉悟了，哎呀，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一心所现的，唯心所现的，全是自己啊。也就像我们做梦，梦中一下醒来过，醒后之后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梦里面所有一切人事物，哪一样不是自己心变现的？我们用梦境，梦境容易懂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整个梦境是一心所现的，然后你再把它扩大，我们现前感官的宇宙是自己一心所现的，跟梦境的非常相似，一点都不假了。佛法的伦理观讲到究竟圆满。那我们中国老祖宗讲伦理，只讲到人的关系，啊，终极的目标讲到皆是人，啊，凡是人皆须爱，那是德。啊，佛法讲的圆满。可是我们老祖宗有没有想到？有，《论语》里头真的讲到了：“泛爱众而亲仁。”那个众是什么？众是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。啊，我是众缘和合，四大无蕴的。啊，花草树木也是众缘和合，山河大地还是众缘和合。啊，众缘无蕴就可以完全概括了。啊，无蕴里面讲的色就是物质，讲的受想行识就是精神。精神跟物质永远不能分开。啊，树木花草有没有受想行识？有。我们在此地十年了。啊，我们在这边种一些菜，种的是树。啊，我们给他沟通啊。啊，这些树木花草懂得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喜欢它，尊重它，爱护它。嗯，草特别绿，花特别香，果特别甜。它懂得我们的意思，不但植物有受想行识，矿物也有。哪一样不是色受想行识，想行识成就的？佛讲绝了啊！江本博士这个谁是焰，谁是矿物啊？他有受想行识啊？为什么？自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是见闻觉知。觉悟了叫见闻觉知，因为见闻觉知里面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受想行识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迷了啊就变成八识了，八识里头有受想行识啊。佛法的伦理观啊，
啊，知道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了，啊，你用什么心去对待呢？父子有亲。而佛法这个亲就是大慈大悲。啊，没有一法跟自己没有关系。你要是有一法跟自己对立了，跟自己有矛盾了，那是你的大错特错，你已经迷惑颠倒的所以然处了。哪有这回事情啊？所以觉悟的人他在六道里面跟这些六道众生和光同尘，只有他清楚，他明白啊，六道里面都是迷惑颠倒的，迷失自信的，他是个觉悟的人。这些众生干许许多多的坏事，与自信相违背，他会不会放在心上？没放在心上。他会不会责怪他？不会责怪他。为什么？他肯定一切众生心本善，有情的叫佛性，心本善，无情的叫法性，还是心本善。啊，自信里头找一丝毫缺点都没有，都找不到，圆满的啊！啊，小到一微尘，也是具足智慧德相；大到虚空法界，还是具足了智慧德相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迷了，他做错了事情了，你也教他，帮他回头，那就是对的。啊，诸佛菩萨是这么做法的。绝对没有一个念头，哎呀，要惩罚这个人，他做了多少坏事要惩罚的，那不是菩萨，那没有觉悟，啊，还是六道凡夫，啊，真正觉悟啊，不可能有这个念头，啊，谁真正觉悟了？阿罗汉以上。他得到正觉。啊，对于十法界的有情众生，无论做错什么事情，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，你会怪他吗？你会遗弃他吗？不会，好好教他，啊，用爱心教他，没有一个教不好。没有一个不能回头的，啊，只是他迷的与前生不一样，迷的深的回头难一点，时间要长一点，肯定会回头。啊，这一生不能回头，来生佛菩萨度众生，生生世世从来没间断。这一生能回头能成就，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在这一生当中成熟，他得到了。啊，没成熟的人帮助他成熟，没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，这个心是平等的。
没有后波，没有高下了。啊，这叫普度啊！啊，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，司徒大师色心自在呀，身土互现，于一毫端现宝王刹，于微尘里转大法轮，这叫得大自在呀。这些事情全是真的。没有一句是妄语，没有一句是夸大。如来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如语是全是事实真相。慈图大师实在是许许多多大菩萨都是九缘界都成佛了啊！现在释迦牟尼佛在这边示现成佛，他是教主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啊，无量诸佛了，以菩萨的身份来帮助释迦牟尼佛，戒引众生，教化众生，成就众生，哎，来当助手啊！我们凡夫看到好像有高下，实际上平等，完全平等。为了教化众生，恒顺众生啊，众生不平等，有高下吗？菩萨也示现一个高下给你看。啊，身土互现的，这是他所依凭的，就是。色心自在啊？为什么自在？没障碍了，没什么障碍，没有无明障碍，没有尘沙障碍，没有见思障碍。华严经上说的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没障碍了，他得自在。身土互现这一句好啊，啊，身自在了，土就自在了；身清净了，土就清净了；身平等了，土就平等了。啊，身不自在，我们居住的大地也不自在了。为什么？境随心转，相由心生啊！我们对这个意思要透彻，要明了啊，要能把它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才真正的受用。
啊，底下这个六句是说明他们的自在得用啊，于一毫端。还原观里面举的例子是一微尘，一微尘是一报最小的，一毫端是正报最小的。我们身上最小的汗毛，汗毛的尖端，这个一毫端是指着啊，在这个一个毫端里面，现宝王刹。宝王刹是什么？诸佛的刹土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在哪里？在毛端上。毛端没放大，大千世界没缩小。为什么？称心。自信没有大小，自信没有前后，也就是自信里面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他自在。于微尘里转大法轮，这微尘一微尘。啊，一粒微尘，这微尘是最小的。啊，这是讲的一宝，前面两句讲正宝。啊，是一个意思，现宝王刹转大法轮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视线的刹土，视线在干什么事情呢？教学为先呐，转大法轮是教学为先呐。在那里面呢，帮助那些迷失自信的人啊，回头是岸呐。称心庄严。无障无碍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相同。啊，在这个里面，我们要体会它的深意，啊，奥义。密意啊，是什么呢？我们跟诸佛菩萨、法身大士无二无别。为什么现在他们能，我们不能？他们没有障碍。我们有障碍，没有障碍是真的，有障碍是假的。我们受什么害呢？受不相应刑罚之害。啊，不相应刑罚全是假的，错误的抽象概念造成这些障碍。啊，幕后这一句，原教初住以上，直至等觉菩萨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皆属此土，位位皆分证常寂光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啊，这一句，我们明天从这里学习。